另外一边的缆车好像它没有开。对，可是我早上看，就它官网可以查说哪些站会开，哪些站不会开。我之后看的时候是都我开的，然后现在就全部都关了。你看这边这条缆车，这边也关了，然后从这边登顶的这个也关了，就只能说可惜了。早安，来自。我们今天本来要去欧洲之巅少女峰的山顶，但是因为它刚有下雨，它缆车关了。然后欧洲人嘛，就是关了以后他就不想再开，下班的人不想再上班了。然后我们就改变了行程，我们要来这个小夏代克，是在它这个山脚下的一个城镇，然后来这里逛一逛。反正今天就比较轻松的行程了。今天本来不打算开，想说来这个小镇可以开一下，应该不久。如果我们想，好像下雨了，好酷哦！你看那边都是那个晴天，然后就这边在下。好近哦，那些牛，那牛是真的会到轨道上来。然后我们今天结束以后，我们明天就要去那个车马特，就要去另外一个城镇。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天在这个布迪恩之湖这里。这好漂亮哦！这些别墅都很，这些都很雅致。我们有一个这个东西要看我背，这东西是怎样？啊，我懂啊，那个韩剧啦，那个韩剧它的那个场景啊，所以它才会放这个东西在这里哦，懂了。这是什么仙境？今天雾就很大，你看上面雾就很大。啊，还有，实在蛮好听的，它那个流铃声一直在那边当当当当，你们听得到吗？当当当当，走个20分钟。啊。为什么铃铛？是因为牛的身上有铃铛，他们身上有铃铛，然后他们只要一动，它就当啷啷当啷啷。哦，牛牛！来，去跟他合照，快！真的很好吃。谁烤？完了，没有伞啊，今天没带伞啊。哦不哦不，对啊，我想想我自己，全变这样子。而且我今天穿的刚好又不是防水的。大意了，没有伞，闪电五连鞭。哦，这里很漂亮。刚在那边停车，在那里。哇，看那里，哇，那边有人住人，你看，他们住在悬崖上哎，你看，靠背是怎样？你看他们这个，这有户人，人家直接住在这个悬崖旁边的，你有看到吗？这真是阿尔卑斯山少女哎，她可以推，她可以推轮椅哎，去 cosplay。你们看这个，你们看到？你看他那个水。酷哦，雪瀑布哎！哎、欸，它、欸、感觉它变成冰霜了，你看，是不是变成冰霜了、啊？真的，它是变冰霜哎！你看，它不是变水，它是下来太冷，然后直接变冰霜了。它那个水一下就变冰霜了。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看看。你看，它没有流下去啊！你看，它变冰霜了，没错啊。你看，超猛的。先不要转过来，那要拱脚吗？你自己上来看啦、啊。
先不要给他们看嘛。好。惊喜。你可以坐到这边，我帮你拍一张这样子。可以啊，来吧。拍一个。我看你怎么拍的。哇，很漂亮哎、欸。可是，哦，没事。可是什么？没事。可是什么？快说。我拍的比较好，没有了。不可能的默契，动作版 ，Ready Go。来，看左边。看看那个山，看那个山，看那个山，不是那个左边。那个啦，对对，那个山，那个山。左边那个啦，对对对，这边是哪边？这边那边就那边上面那个山，对啊，那个山那个山，来三二一，三二，还真好东西耶 ！Welcome to photo spot， 哎，他直接给你一个这个哎，拍照点，对啊，嘿，看这个，哦，走吧，往边拍往边拍，这边有差吗？我觉得没差哎。可以放 BGM 了吗？好像可以耶。这应该要用这个。这个比较好，天空的部分太多了。因为我不想要拍那个、啊，对，这不就草地而已啊。两个摄影师在吵架。天空的比例太多了，就不太。哎，火车，火车！哎，火车，火车来了，有哎、欸。我说你们被宠坏了，到时候这个你跟你家人出游，对不对？然后去什么很漂亮的地方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在瑞士地亚叔叔开看到的风景比较美，这边还好啊。”口味变刁。很陡，你知道吗？它很陡，给你看它的陡度，它很陡，你看后面就知道了，它超级陡的。调整一下呼吸，我觉得呼吸挺好的，现在我只是大口呼吸而已。吸吸吐，啊，伸出来，加油！啊，是个女孩子。There we go, it's a boy. And he's got a gun. 炸鸡排就给你啊，拿啥来？是买炸鸡排来给你啊。这应该要终点了吧？哎，还有工具。是哦。嗯、大概快到了。哇，我们今天也是蛮刻苦克难的，一边下雨，一边爬，这是我们爬过最陡的吧？跟阿扁，阿扁的手一样陡。到了，这边了。这边就快到了，我还以为我第一次以为城镇，这城镇，这是个超级小城镇，然后这城镇有个观景台。OK， 就可以直接贴着看那个山。好，没问题。啊，这个风有点大。说到底，大雪看，好啊，大啊，天气
欢迎让你是失眠的最好像我这些你不行了，我现在已经满血复活了，而且我是那种就当下累我后面就不会累的了，你看蹦蹦跳跳这好漂亮啊，对啊，有种登顶的感觉，而且这个真的跟坐缆车感觉不一样，靠自己一步一脚印上来的。哎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我可以帮你拍张很漂亮的。你要带野餐？对哦。我可以吃东西。OK。代言人。还是工商哎。KTV 生日快乐，嗯，对啊，拍照，生日快乐 KTV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原本要去的地方，我们原本就要去这里。然后你看，原本这个我们要坐这个 Eager Express， 然后从这边上来，然后停驶，然后我们再坐这个车到那里，但它停驶了，所以没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用走的走到我们原本要来的半山腰。那它这个地方很酷的原因是在于说，它打通了一条山顶的山洞，然后让铁路可以上去，所以它才那么贵。你看，你看，原本这个就这里，这个 Esmer， 然后这个 Top of Europe 欧洲之巅，我们原本就要去这里。它这个是铁路哎，超酷的，它开了一张山顶铁路哎。南侧不开，请使用女侧。真的吗？可以用女侧吗？这是地啊，女侧，珍奇影片。哎、欸，大哥，你麦克风没关，麦克风，啊、你那边挂静音就好了。哇，大家这边就是原本我们会坐缆车上来的地方。真的看到那个湖哎、欸！我们今天独揽这个美景哎、欸，因为没有哪个神经病想要走上来。嗯，很漂亮吧，蓝色。再一路左下山，对啊，因为它缆车都停驶啊，我们刚刚怎么上来的，我们就怎么下去啊。那落地没有那个影子吗？哦，打雷嘞！哇，那天打雷劈，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很危险嘞。就是它今天主要，可能主要停驶原因是因为雷电。今天天气预报有说，哦，对，有雷雨。雷雨。对。等一下如果还打雷的话，我们就要趴地上。是哦，要爬下来。